呀呀，从安尼呢昏去，搁清醒起来的时呢，在人民中啊，好亲像消失啊！哦，赶紧呢，伫真正的清凉啊，这颗水的所在呢，伊安尼伫迄个水里呐，安尼呢浸浸吼。享受到迄份呢水的清凉啊，搁在呢周围境界呢的水啊，伫迄个所在，心一静落来，听消毒咯。伫这个境界里呢，伊慢慢去思考、沉思啊，可怕，可怕！因果呢，因缘果报呢。就是这么这么可怕，哪怕呢十四人的修行啊，都抵不过呢一处结下的冤业啊，所以还是赶快爱报啊。所以一想人生啊，只不过是安尼荣华富贵如浮云啊。虽然现在人民冲好了，他再也不爱国再走入宫廷去了，不爱国去享受这万人之上皇帝的供养，他不爱了，已经弃敌，他就在这个水边啊，在这个山坎的下面，就这样呢起一个草帽，在那个所在用心忏悔，将他所忏悔的心得啊，配合着佛法，这样呢一一啊写出来，写出了咱起什么款的心念，做什么款的业啊，那就会得什么款的报应。人的无明烦恼有偌多，都爱用偌尼正多的法水呢来滋润、来先得，所以才叫做禅。所以这慈悲最禅呢，的因由就是安尼来。所以咱中观啊，也已经是结束啦。所以咱今晚啊，搁落来呢。就是下观呐、啊，请各位从过去啊所讲过去，不管是上观、中观呐、上中下，每一段呢的忏文呐、啊，都亲像呢迄、那个清澈无染，迄、那个水共款。咱若有过错呢，都亲像迄个人民冲。需要这个水呢，安尼来先得。虽然啊，这个先得人民冲的过程是真痛，同款的，咱的修行啊，那无忍啦，无迄个无心法忍，咱都无法度呢，甲佛的境界安尼接近啦。所以呢，咱应该爱时时多用心啊。